写书状，哦，这真难为我老人家了。嘿嘿，问我 Mr. J 啊，司法院现在有便民服务，所有的资讯都在司法院网页，一点就通哦。看，这就是书状范例。案件的进度到底怎么样了？案件进度也查得到哦，只要轻轻一点，轻松查询，省时又方便。还有其他资讯管道可以查哟，服务一点通，便民又轻松。司法院。